女士有想开我哟。王琦啊，干嘛？你今天有事吗？我下午还有面试呢。那你面试完能不能来接我下班啊？你自己不是有车吗？哎，我车坏了，拿去修了。那我去接你有什么好处吗？你接我下班还有什么好处啊？那我不去了。也不去算了。李淑娟。你不是不来接我吗？那我不来接你，谁来接你啊？你不来接我，爸爸来接我。哎，行了行了，赶紧上来吧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等我可别碰我。那电瓶罩这么小，我等会肯定要扶你啊，我摔倒了怎么办？那要不你再扫一个，咱俩一起骑回去算了。我不会骑电瓶车。你这么大的人，你连电瓶车都不会骑？我要是会骑，我还用你来接我啊？我自己就回去了呀。你是不是就想省个钱，故意说你不会骑啊？你太狡猾了你。我懒得理你。哎，李淑娟，哎呀，你别管我，我自己走路回去。我带你还不行吗？真的？真的。这还差不多。那你能不能把车费给我报一下？什么车费啊？我扫电瓶车来回还花5块钱呢。李淑娟，我出去了啊。饭马上做好了，吃完再出去呗。我不太饿，你自己吃吧。你大晚上出去干嘛？有朋友约我通宵玩游戏。哦，男的女的？都有啊。哎，对了，你晚上记得把门反锁啊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切到手了吗？太切到了。你行不行啊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没事，你去吧。我走了啊。哎呀，又怎么了？切到手指了。来，我看一下，哪里破了？破皮了。那要不要我带你去医院啊？不，马上就愈合了。那我走了啊。哎呀，又怎么了？你干嘛一惊一乍的？那掉地上捡起来不就好了吗？没事没事，你去吧。我走了啊，你记得锁门啊。王琦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晚上没吃饭，你该饿了吧？还行吧。别，我给你泡好了。嗯，不错嘛。哎，等等。怎么了？还有最后一块。我不去了，你太恶心了吧你！让我再去给你泡一泡。吃饱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别，槟榔家宴，法力无边。你懂得还不少呢。行了行了，你先回去吧啊。要不我陪你打游戏吧。你会玩啊？我不会啊，你教我呀。我教你，那你不得开个机子啊？不用，我坐你那边，你教我就行。想坐我腿上啊？来，你滚一边去吧！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呢啊？怎么了？你不是想省个网费吗？太狡猾了你！李淑娟，李淑娟，你别在这儿睡啊，要不你回去睡吧。回家害怕。嗯，那行吧，那随便你吧。嘿嘿嘿嘿嘿嘿。